张云雷的采访语录和股市的适配度能有多高？野矿天地素，哎呦还真有。鲫鱼孔林烟火食，还有就是醋卤面。江枫渔火对愁眠，不可也得可以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我喜欢细水长流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此地一为别，有得必有失。西走做更行，那我会接受。万里湘江客道，我更喜欢在家。梦中我亦曾游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一日不见，这很正常啊。此情可待曾醉意，可以算是初恋吧。离家一二年，你不敢，我敢啊。红颜期宣冕，我怕他骂我。纵南烟岭秀，满天的大雪，雪里梅花初放，咱们打雪仗吧。欲穷千里目，有三四个群。红楼歌与相望能，没有事的请举手。洛阳黄彩子，这还真没有。北风吹白云，秋裤会穿的。对看墨花月白，背唱背词。心是素净白发，人生自是有情事。小文人说了谁呀、啊？我。